我在16岁时已经开始经营五金店生意，在当时五金店可说是处处可见，但从事纱丝贸易和运输的公司却寥寥无几。我看到了机会，所以决定在1989年和我妻子一起投入这门生意。我们在1997年把公司转型为谢贸易运输有限公司 Chia Trading and Transport Sdn Bhd。 在经营运输生意一段时间后，我察觉到轮胎对整个行业的重要性，我亲自测试和监督了 Continental 轮胎的性能，并发觉它比其他竞争对手的品牌表现更好、更耐用，因此我决定将公司整个裸里车队改用 Continental 轮胎。我向来竭尽所能专注于提升我的生意。在一次的 Continental 大会上，他们向我介绍了 ContiConnect 这个系统，不但易于使用，还可适时监督胎压和温度，让我十分的感兴趣。当时我一见到这个系统可让我省下许多营运的成本和时间，因此我的公司成为其中一家最早采纳并让车队使用 ContiConnect 的先锋。有了这个系统，加上 Mr. Sam 的得力助手，我能更专注扩展我的沥青 Premix 和彩饰业务。你好，我是 Sam， 我是这家公司的营运经理，已在这里工作了12年，协助大豆打理厂房、维修车队和营运工作，其中包括管理我们所有裸里的 ContiConnect。 大豆最初引进 ContiConnect 系统时，我已经在这里上班了，我觉得它很容易明白，而且十分方便。有了 ContiConnect， 我们可轻易地监督轮胎，同时也做出了调整，以将它们保持的最佳状态，减少停工的时间，增加轮胎寿命，并为公司节省成本。我们至今使用 ContiConnect 长达6年了，根据我们的数据显示，车队停工时间也减少了 50%。 对于我个人来说，我很喜欢 ContiConnect，因为它可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问题，从而提升整体营运效率。司机们对这个系统更满意，因为他们可以信赖 ContiConnect， 让工作更加安全及不必在路上耽搁时间。